南横是台湾许多人心目中最美的高山公路，也是台湾三条横贯公路中最长的一条，沿线景致也最原始自然。第一次走南横公路，您一定曾被沿线美丽的布农族部落及单纯热情的布农族朋友所感动。部落朴拙的图腾及小布农深邃的眼睛，让人仿佛来到画外之境的桃花源。不管您是参加南横践行队，或是短暂停留救国团的山庄，是许多人难以忘怀的回忆。沿途迂回的山路及峡谷，参天的古木在飘渺如仙境般的快谷，让人忘了身心的烦忧。尤其来到海拔2722公尺的南横最高点崖口，山势豁然开朗，终日云烟缭绕，是过去台湾赏日出及云海最热门的触手之一。在大关山隧道前广场东望太平洋，只要天气晴朗，绿岛仍清晰可见。面对壮阔的向阳大峰壁，我们不能不敬畏造化的奇妙；目睹山腰蜿蜒的公路，我们不能不感念开路先锋们胼手之足的奉献。如果运气好，瞬息万变的云海就在脚下翻腾，构成一幅幅让人无法忘怀的绝美佳作。难怪许多南横山林爱好者不畏山势险峻，一再地投入他的怀抱。原来从第一次见面开始，心里就已烙下了无法抹去的南横印记。南横公路前身是日治时期的关山越岭道，1968年7月动工，1972年10月30日通车，历时4年4个月，大部分路段都是新辟道路，设计标准比照中部横贯公路施作，均采用传统人力方式修筑开辟，因工程艰巨，共计有116位工程人员罹难。天池设置有长青池，以供后世悼念这些殉职的开路先锋。迄当阵工程队甲管线队在开啊。哎，阵迄阵咧开路，迄有危险？有咯，逐天嘛有。阮家上大的记录就是他们9个1队吧，剩下一个。伊再要崩好的时候，啊，未崩完，唔知嘛，啊，无就崩好震动了后，有诶较慢落来，啊，人就挖去啊，挖去就落来啊，无法度啊，啊，就爱哦，有诶尸体拢排位吊桥才落来。那时候南横在1960年，哦，他才通到我们桃园而已嘛，之前我们都是用走路了，哦，背着包包啊，或者说背着他们在山上要吃的、住的啊，甚至还有更厉害的，就是农民被石头打到死伤，也是原住民哦，徒步的背着下来。我小5、6年级，我知道到寒假、暑假我们都会去背这些东西，1公斤1块。我都背20公斤就很厉害了。回家新埔的时候，我就到新埔，新埔回头啊要起来吃，我分队提一单，啊就爱搬起一张。我先生去外口买货，我今仔日出去，啊就去大米社，大，迄当阵啊海端一间米社拢专门做这条路的，啊就天就再去，就去管山补货。海端较嚣张嘛，较无货好卖嘛，啊，就请人拍。海端叫车叫到新武，在新武就开始，新武国小操场那边就分配，我有多少东西，你要背工，你就在那边排队。哦，啊，算里程，到底一公斤偌济，安尼排。听讲这条路通嘛是直直放，啊，佫石头啊路，佫无电。
民国66年才有电的。哇，迄阵的步道跟今嘛根本无相干。本来是我遐阿妹啊，迄条路切掉吼，迄条路切掉的是啊，无好行，才改安尼直接啊。59年，我的儿子2岁，背着从那个从下马那边开始走上来，到这边吃的也没有，也没有电灯，什么都没有。你看要吃东西要走路一天去买呢，好可怜呢。刚刚来的时候到那个路口上面卖冬瓜茶，卖发糕。后来我那个要生我女儿以后就回来这边整理店面做杂货店，啊，请那个原住民去背，去关山背那个杂货，啊，1公斤20块给他们背，啊，背上来吼，慢慢这样开杂货店，啊，他们也方便，我也方便啊。对不对？啊，所以之前你讲伫遐卖冬瓜茶遐呢，迄种敢无生意？啊，卖迄个贵咯呀，那个也他们原住民背工嘛，背那个农工处的东西呀、啊，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小队啊，他们那个农工处住在那边啊，他们要背他们的米菜啊，新吴海端还有雾鹿下马的力道的原住民都去帮他们背啊，好、哦、啊，到这边。中午没有东西吃嘛，没有便当，就买一个发糕5块，一个冬瓜茶5块，10块钱他们就饱了。然后我一大早5、6点就背上去了，然后我下午3点多就卖完了，就背回来又开始做发糕啊。南横公路西起台南的玉井，在南化的宝光圣堂有南横玉山起点纪念碑，终点则位于台东县海端乡和关山镇德高里的交界处。为了保障游客进入山区的安全及保护原住民部落，游客进入南横公路曾经需要事先办理移种的入山证，到了另一端的检查哨再注销登记。1993年才废止了山地管制，山地才成为真正的开放区。88风灾前，公路沿线就有所谓的南横八景，由东往西分别是天龙吊桥、雾鹿峡谷、力道部落、摩天、向阳、崖口、快谷、天池，都是灾前重要的景点。南横八景中以崖口最为热门，不管是从东段或西段进入，大家目标一致，大概都是以2722公尺的崖口为目标，加上台湾最易亲近的百岳之一的关山岭山登山口就在广场旁，因此假日人潮汹涌，特别是元旦迎曙光和春节的过年，沿途一定塞车塞到爆，不过大家还是乐此不疲。除了特别的假日外，每当崖口下雪，大家呼朋引伴，在这亚热带的台东高雄边境堆雪人、打雪仗，尽情的玩雪。东洞口因为向阳，所以较少结冰，而西洞口因为背阳，结冰的几率高，若非四轮传动的车子容易打滑。这里也是南横公路唯一看得到铲雪车的地方，而在洞洞口卖藕链笋汤的活动小货车也趁此机会大捞一笔，他们也成为了游客怀念崖口的特殊景致之一。那大刚都说你生意就好了，没有了。爸爸以前每天都有一部车子卖藕链的，卖笋汤、猪血汤什么东西，在那卖很久哦。以前那个时候过往的游客很多啊。你到崖口去，去赏景的，去游玩的游客很多，所以他每天在那里坐，他一上去就坐，大概坐一个礼拜呢。他晚上就睡在车子上面，白天又把它烧起来，又开始坐。一般人总以为只有崖口、东洞口，
才可以看到变幻莫测的云海。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东洞口广场视野开阔，群山一览无遗，加上东段上升气流容易生成，所带的水汽到垭口凝结成云，因此常会有云海。其实除了垭口的云海外，2500多公尺的向阳也常有云海，也是著名的赏云海热点。家住桃园区复兴乡的向阳保全洪庆顺就提到了他对垭口云海的观察。差不多三月中旬左右，三月中旬那个时候是刚好是冬春的交替，上面是冷的嘛，它会把那个云海云流压低，所以它整个云就好像波浪，像是飘飘飘在，好像海一样在飘，但是它上不来，就上面是冷的。所以那个时候最漂亮，然后它慢慢跟着太阳这样子上升，上升，你就从垭口往太平洋那个方向去。垭口西段受地形限制，上升气流生成较不容易，因此看到云海的机会就较少。但是当西洞口一形成云海，有伫立山头的老树做前景，宛如一幅画，和东段千篇一律的云海相比，更多的典雅与细致。目睹此云海，让人有在画中的诗情画意。除了西洞口的云海，运气好的话，在120K 到125K 之间也有目睹云海的机会。如果垭口云海是大海， 120K 的云海就是小巧的湖泊，虽然没有翻腾汹涌的大格局，但是有梅花和桃花做前景，更见生意盎然，让人有身处桃花源的感觉。也难怪这里命名为桃源，真的是再贴切不过了。八八前，宝来夹仙的游客如织，公路运量繁重，特别是宝来和不老温泉两个温泉区，平时泡汤的游客就多，是南部许多机关团体办活动的首选。除了泡汤，位于宝来桥旁的老龙溪泛舟中心更是人声鼎沸，全盛时期游客量甚至不输花莲的秀姑峦溪，而周边的青航机和七蛋厂也趁机分了一杯羹，生意一样兴隆，可以说是南横西段的鼎盛时期。因为那时候宝来很多温泉饭店嘛，宝来还有那个不老温泉啊，那时候很多温泉饭店，所以那时候很多游览车进来。那时候光是进来这条路线，刚刚讲旗山、美浓、六桂、宝来、甲仙，进来这条路线的，不管从台南还是从高雄，进来一天差不多最少100-200台游览车。就是以前人潮畅通的时候，甲仙这边的人潮其实白天晚上都有人。而且白天的时候人是不少，因为从台东关山那边过来的人哈，大概下午都会到达甲仙这个地方。那这边早上要进去南横的，是早上从甲仙这边进去，那晚上呢又有那个登山的，这样一东一西的这样来往哈，其实也会带动我们这边的那个产品的那个销售会比较好。那个游览车早期假日一天有100台。哦，那时候南横做老料，做老料。我卖臭豆腐，到迄个鸡汤哦，一天也卖偌济，你知影无？惊死人嘞！迄鸡肉拢煮袂糊，迄臭豆腐嘛煮袂糊呢，啊，煮第二遍就好啊。人客讲好啊，好啊。100台是为西部过来还是？一个要过去，一个要过来啊。啊，那游览车司机都停下来，司机也到这边也饿了，他也要吃一碗臭豆腐，一碗鸡汤，一盘臭豆腐。啊，就一个人要100块消费啊，啊一台你看消费就是几千块呢。98年莫拉克台风来袭，
南横西段的小林村惨遭灭村，震惊了全世界。直升机进来之后把人载出来，才知道整个村被灭掉了。你怎么会知道说一个线路山海拔大概是1600-1700公尺的线路山会做大面积的坍塌，然后不到几十秒的时间整个村落就不见。八八风灾时，南横共有23座桥梁被冲毁，沿线有多处的大崩塌，尤其崖口附近的146K 大崩塌，近500公尺的路基整个掉入万丈深渊之中，写下南横开通以来最惨烈的记录。那这一次莫拉克台风来袭，造成这个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山区非常严重的一个崩塌，从8月7号到8月10号这里面这4天当中呢，它总共下了1420毫米左右的一个雨量，那这样的雨量事实上在8月8号当天就达到将近800公里的一个雨量。大关山隧道以东一直到向阳这个路段，事实上它特别是在大关山隧道这个东洞口，本来它是一个大的一个广场，那因为整个上边坡整个大量土石垮下来，造成整个广场整个被淹埋，那整个那个洞口周边的设施都被摧毁。另外在148K 加500，就是向阳跟这个大关山隧道口中间有一个路段，将近有大概400公尺一个路基整个就是不见了。西段宝来以上交通完全中断，其中秦河至复兴间的秦河明隧道被深埋在土石中超过30米深，让人见识的大自然反扑力道之强烈。另外，南横西段桃园区秦河和复兴间的8公里道路被土石深埋于近30米的河底，秦河以上8公里的道路从此逢雨路段，居民苦不堪言。因为我们要逃出去的话，就连身边的衣物都没有带理，那直升机下来的话，就是一窝蜂就往机上跑，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样。哎，就赶快说从这个心灰意冷的地方赶快出去外面。因为我爸爸也是在外面住了将近快4个多月，11月初左右才通，几乎那时候都没有路了。然后我们也是这样用徒步的慢慢的走进来，看我们的家也看有没有受损。一些宠物狗的话，像我们回来都尸体都已经腐烂，都剩一个白骨了。那那时候秦河它的88水灾，那个河床那个泥土啦、沙子啊，都是从那个村庄里面这样过去的。以前那个复兴那个桥啊，我不太有印象它有多深了、7-80公尺，到河谷有七八，对，哇，所以它现在等于是埋了7-80公尺，對對對對，那桥都没有了，被冲掉了。宝来那边呢、只要有桥的地方，一直到梅兰，所以水泥桥都没有。我们的路况的话，都是走产业道路，我们是分三个地方嘛，三个街平台嘛。我们是往那边走，然后走到砂石厂，然后易碎那边。要会车的话，哇，很难会车。那之前还有人就这样摔下去。对，他的脚哥。他是那小货车是翻的时候，人也跟着出来，然后被那小货车压倒。但是目前很多人也是不敢从那边开啊，除非不得已的时候，那你就要出去了。我们隔壁邻家村庄的有一部小货车要出去，哇。整个都叫他帮忙买东西，买米啊，买面啊，买瓦斯。乌鲁峡谷因节犁发达，常有落石，因此80年完成碧山隧道，91年立道桥完工。桥面距溪谷有22米深，溪水清澈见底。两边岩石相互掩映，但灾后却门户洞开。据公务段估计，砂石堆高溪床达24米，立道桥终于被摧毁。下面的溪谷的水声听得到吗？听得到，好大，那个声音就像那个打雷一样，来往下。
所以不到一个小时全部都推掉了，没有那个了。不到一个小时就不到一个小时全部都推掉了。主要它是这个石头下来以后，那个大石头这两边的整个下来，下了大石头碰的那个小的，小的整个一奔，一个压一个跟着顺，跟着这样走，而且到最后啊，那个下面泥的泥土啊，软的小的被水冲走了，大的石头下面积脚掏空了，结果跟着一下，全部下去，我花100多万下去了哈。结果菜啊种起来很漂亮很大，全部都在里面整个开花打掉，运不出去嘛，所以我们整个大概4-5万呢、啊，4-5万棵全部整个没有。88莫拉克风灾后，南横公路受创最严重，抢通难度也最高。公路总局原本估计要到1999年2月底才能全线通车，经过施工人员日夜赶工，加上没有恶劣天气的干扰，所以提前3个月在1998年12月初抢通。这期间，许多关心南横的朋友纷纷上山，目睹巨变的南横，真的是无语问苍天。我无完全拢徛这条路啦，我拢过两林道啊。插过来，爬山插过来咧。较早就拢直接拼台东一工来回，台南啊过来阁随转个。甘怀这片本来就高翻，因为拢页岩的材质，页岩的材质伊水都会滑动，然后落雨就唔当入来危险嘛。其实这个、这个土质哦，无适合起建筑，这个只啊真哦，你起建筑拢袂掉。你起小土较大块板。扎板动不动啊！我觉得那个路况真的是差很多，然后一些山啊，也和之前看起来都差蛮多的。南横在抢通后有短暂的通车，随即进行复建，而关闭位于眉山和向阳间的道路东段。并率先设置管制站，除了施工车辆及工程人员外，一律禁止通行。崖口、快谷、天池、中之关等4个南横重要的景点，一般人就无法再一亲芳泽。当然，它保全的作用是第一个，就是说人员进出的一些控制。将来如果那个。10月份以后，我们开放车辆，对车辆的进出的状况，我们也要有所了解。当然，保全来帮我们做这个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整个譬如说大雨过后一些招巡啊，就是类似铁路局他们，譬如说地震、台风之后，他们有一些招巡的制度，就是说确保车辆的通行的时候它是安全的。因为路段过去位于南横的热门登山口也随即关闭，尤其是关山岭山。塔关山、库哈诺新山三折所组成的南横三经，因为登山口均位于南横公路上，公路封闭以后也随即关闭。近年来声名大噪的江明湖，88前山友大多从高雄端经由南横公路到向阳，但是88后西部的山友也只能绕行屏东，从台东段进入，所花费的时间要多出4-5个小时，也难怪时常有山友发出开放南横公路的呼声。许多人为了完成一辈子也要走遍台湾的梦想，纷纷奔驰于各大公路，而名列台湾三大横贯公路的南横，更是许多人想要征服的目标。不过，南横公路自88水灾以来，台东向阳到高雄眉山间，除了刚抢通时曾短暂通车外，其他时间都在复建与休养生息中，至今已超过8年。因为全线无法贯通，南横的经典美景又都位于45公里的管制区中，许多不耐久等的南横爱好者以各种方式尝试进入管制区。向阳管制区就曾发生过单季老翁跪求过南横，让人又心疼又不舍的故事。
有一个老人家要过那个赡养那个管制哨，那个老人家大概70几岁了啊，他跟保全讲说能不能放他进去，他这辈子可能只有这趟这个机会而已了。伊讲伊开卡之后，全省拢说过啊，多只也未过安尼啦。讲啊，都未当过啊，等下通你较过嘛。伊就讲无我该过啦，无我过啦，拜托我多只无行过尔啦。咱遐迄落北横什么伊拢有行过安尼啦。啊，拜托我过一下，我无拜托啦，我该过啦，你莫过啦，危险啦，真诶啦，唔好过啦。一边来，啊来，搁一边，吓、啊，搁来一边，看我是只人唔敢起来，伊又知影我袂当我面，伊人搁说咧安尼。啊，以前在樱花公园那个地方看那个樱花公园的鲑鱼哈，偶尔才看到一只。这一边是看到一群一群这样的，感觉很不一样。啊，像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只有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到哈。哦，你看，有最新哈，它的身体长哈，这样的话大概26公分哈，然后如果包括全长，包括尾叉的话哈。32、33公分，它是繁殖期哈，所以说有婚姻色啊，有婚姻色，红色、白色，有时候会蓝色都会出现。胡大姐、胡老师他说他有带生姜了，抱歉。开始我做好了，补上面。繁殖期吧，该生鲑鱼它是在这种激流，它吃藻类，所以说很难养，它的溶氧也需要很高。它容易受伤死亡。我把你信定位了，可以回去吊船了。哇，这就是我抓到的哈。那个以前这条溪哦，乡公所、县政府都还没有保育的时候，鱼太多了，真的鱼太多了。为什么没有鱼？这一段一直延伸到那个海边哦，根本哪里有生态，没有了，都是平的嘛。那个那种高深鲑鱼，还有那个河狮，他们那个很喜欢在有那种生态的啦。也没有河草的那个草啦，什么是溪虫都没有啊。现在你看多久了，那个水都没有变清啦。你们还有那个神话传说大洪水？有，太雅族也有啊。这都有啦。我讲翻桌啊，是翻我是翻桌啊。翻了。我从小就知道鱼很多啊，甚至还有那个什么毛蟹。八八水灾之后，整个河道变了，全部都变巴拉屎嘛，连一条鱼都没有。那你们护溪还是照常护了？照常护溪，那也不让人家钓了是吗？不让人钓，因为也没有鱼了。八八水灾之前啊，这鱼啊在那，哇，大清楚哎。盖大尾盖大只，从上面看下来一清二楚哦。但是1988莫拉克台风掉水浑浊，几乎到现在还没有看到鱼。那时候那个水里面含沙量太多，含氧量低，所以那个鱼都是往那个岸上跳，等于是自杀行为了。我没办法呼吸了，我就没办法，它就往上跳。哎，那个好像是高深哎，还是那个。第一次，哈哈哈哈这地方落难的时阵哦，都要做啊，你要大家去抓都对啊，都好势啊。他那边还蛮多人去的呢。大部分的古蛙、河纹虾虎，我刚才有看到马口。那很多那个是幼苗。钓鱼有没有？那个靠灰没有高深度鱼的。
摸鱼。摸鱼。这次是因为你的泥沙大量从上面下来，所以你整个下游中下游其实整个被泥沙淤积了。第一个是对栖地的改变，这次影响是很大的。好，那跟以前我们所看到的那种台风之后的洪水的影响，好，这个威力其实是已经是超过几十倍、几万倍以上了，所以这个影响是很大。那这个栖地的重新的复原，不是短时间之内。它可以重新塑造出适合鱼类栖息的空间。爆发之后，整个水流的浑浊哈，因为这种高山固鱼它必须要很清澈的水质，它才能够生存。这个水质的问题没有改善哈，那个不是人力能够去啊，好像能够改变的。1999年9月18日，凡纳比台风来袭。台东县县长发布力道村强制预防性撤离，警方出动卡车协助力道村大撤村，这是力道村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撤村。村民被安置在离力道27公里远的海端托儿所，虽然环境不差，但是正在高丽菜采收期的村民内心还是满满的不满与担忧。现在整个力道村就是剩下我们四个同仁跟一个工人，现在在那边死守家园，在那边看大家的这个财产，你们的房子，包括你们的狗。村民原本打算台风警报解除后，从力道桥回到部落。那经过我们的村长、理事长跟代表的实际勘察之后呢，力道桥的引道就被冲垮了。大水退的时候，最快也是3天。但是哪里知道，刚变桥引道再度被冲毁，修复的时间可能长达1礼拜，居民们只好走古道或搭流笼回家。准备走古道返乡的村民在天龙饭店前集结，受限于吊桥的载重限制，返乡村民们分批通过。对力道的村民来说，走古道虽然是家常便饭，但是对背着小朋友的妈妈们来讲，其实也不简单。另一批老人和小孩则搭乘流笼的接驳方式回到部落。因为依规定，流笼不能载人，乡公所在村民签下切结书后才肯放行。这个中古的流笼搭起来实在让人胆战心惊，因为下方就是数百公尺深的峡谷，如果一出状况，小命恐将不保。流笼慢慢地往上升，搭乘的村民心也七上八下，因为一摔下去将会粉身碎骨。有媒体就形容力道居民是赌命回家。力道桥被冲毁后，公务段虽然兴建了钢便桥，但是钢便桥引道有几次被暴涨的溪水冲毁。2011年8月，南马都台风来袭，力道钢便桥引道又被冲毁，家住力道部落的高中生放学后只好走天龙古道回家。你曾经这样走过多少次？因为路不通，大概超过1000次，好几次吧，很多次，太多次了。对啊，所以数不清楚了。往这边走，你这样走上去大概有多久？30分钟吧。30分钟，那你上去呢？有家人在那边接吗？还是再继续走路？可以打到啊，那边我先打电话给家人，然后再来救。哎，这一次你知道是什么原因要走步道吗？啊？是什么原因要走步道？一道桥那边像没有通啊，所以你那边的桥断掉，然后那个桥后面的你们讲出来，谢谢。
为了永久解决力道一下雨就成孤岛的窘境，交通部新建了新的力道钢箱桥。过去我们对台风有相当程度的防备，但是却轻忽了梅雨的力量，而611水灾宣告了西南气流也能治灾的时代已经来临。2016年6月11日，南横东段因为西南气流降下超大豪雨，原本要通车的力道新桥四度宣布延后举行。面对误入峡谷如千军万马般的惊人水量，力道新桥不免让人担心是否撑得住猛烈溪水的冲击。早上我们找寻人员就发现，原来的那个通行的钢片桥的 A1 A2 引道部分哦，已经被流失掉。那我们就紧急哦，把那个现在新建中的永久钢桥哦，就开放了让民众通车哦。并脚下水越来越大，新桥旁山正慢慢的崩落，树岩石无一幸免。力道菜农眼看情形不对，赶紧抢收蔬菜，火速的送下山去。包商赶紧调来消波块和水泥车补墙，因为这不但关系着1亿3000万工程款能否顺利入袋，更背负了3年多来多少人的殷殷期盼。恶水来势汹汹，这是一场。而西段6月10日起的超大豪雨特报，短短两天内，高平溪流域就降下超过1000毫米的雨量，溪涧不断的串流，再度冲击莫拉克灾区脆弱的山体和居民的信心。山崩路段钢片桥岌岌可危，居民落荒而逃，莫拉克市的恐慌再度重伤了居民的心，部落再度成为孤岛。8/8时，因为拉库斯溪的泛滥，复兴有多栋的民房被冲走。8/8后，河床堆积的土石已经高过复兴桥，复兴下部落接连老龙溪河床的土石也高过部落。在复兴居民强烈的要求下，复兴部落灾后第三年终于获得堤防护岸的工程，但是堤防并未通过完工验收，却因工程缺口让部落的悲剧再度的发生。101年611清晨，溪水从打掉的工程缺口涌入下部落，冲走了9户的民宅。眼见大水冲进房屋，复兴居民只能大叹政府无能，一栋栋部落的房屋就如此被水所冲走。出去，出去，出去，出来！都在动，专门那个房子。有东西啊，房子，房子哦。杜耀顺等受灾户针对611水灾提起国赔申请，希望透过法服的协助，凸显政府长期漠视复兴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司法还给他们一个公道。因为我是受灾两次，一个是98年8月88风灾，我家被冲，啊，611是老家，所以3年连续2次受灾，把所有的财产全部冲。那我家当时全部冲，我没有花钱，但是。我请问一下政府，在这一方面本来可以做好一些防灾、一些维护部落安全的一些设施，没有做好，造成这一次的受又再度的受灾。那我请问一下，今天政府做了些什么？我们申请到
总统府、行政院一直到 市政府拖了将近一年多，也没有给我们一个很具体的答复。说情非得已，我们只好自力救济啊，我们就透过申请法服，希望透过这个国赔凸显这个问题。当然我们不是为了国赔而国赔，但是我们一直希望说凸显这个问题。政府在八八风灾后，有一些地方在尤其偏远地区可以做好的防灾那个设施都没有做。然后我们可以从外面一直到六龟堡来，你看到看得出来说哦有在做这些。那是从宝来进来以后就看不到，本来那个部落可以维护到可以把一些防灾那一些护岸设施做好，但是花了这么多，宁可在河床那边挖两把那个河的稍微挖一挖，也不是挖很深啊，顶多是三四米的深度，然后就往两边，而且又那么窄，一下雨又回不到原先的那个河床啊，而且越积越高。这个是可见就是在设计上政府没有，所谓的专家也没有说好好去检讨这个问题。有时候属那生病一下雨要马上送啊，要提早送，我们有那种应变的已经习惯了嘛，已经将近四年多，一下雨第一个想到说老人赶快送下山。嗯，然后就是一些小孩子比较有疾病的赶快收下。所以我们觉得说应该政府在这一方面呢、啊、一个要检讨，然后我一直希望说政府赶快把道路去台二十线抢通、嗯、重新再来。611水灾过后，灾难并未结束，桃园区三个里的电力中断，1500位居民无电可用，甚至到了第39天电力仍未能恢复，居民的生活好像倒退到40年代。居民忍无可忍之下，一起到台电抗议示威。南横公路88水灾后，土石堆高以西段越弯的30公尺最为严重，东段则以误入峡谷推升最多，不但立道桥整个被推倒，土石还推升了24米。立道桥在重建的过程中真是困难重重。原本专家学者会刊认为上游崩塌严重，砂石会继续的堆积，但是重建过程中却下切严重，施工设计因而一再的变更。前还办了一个大范围的一个调查，希望能对大范围的了解之后找到一个比较好的线型，因为那刚好立道桥两边都不好嘛，对不对？这边也会崩，那边也会崩，那怎么样在这两个崩之间找到一条相对是安全的一个路线，然后又符合规范规定的一个路线？我们还另外请了那个林通言去帮我们做了，花了300-400万去先做一个大范围的调查，才定下这一条线。那当然调查的内容包括一些土石的状况，结果后来的状况是跟那个评估报告是刚好反击到啊。很多事后来看的状态，其实这种现象在两年多的时间能够急剧下降17-18公尺，17-18公尺等于是五六层楼、六七层楼高这样的一个高度。哎，不但他们所称的，还有很多的土石方因为下来，也要预防它预告，但是当然是下刷的状态，所以想法上刚好是两级。为什么就这个桥的困难就在这？因为我们每次一个大水来，它的河床一下刷之后，我们的基础的高度就做变更了，因为你要配合它下去，否则的话，你的基础裸在外面，那将来当然对这个桥的安全是有影响。那最后我们才说啊，是不是下面再做一道栏杆，把整个河床那个基调就定在目前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状况。全家单位再不成，还有听你吗？还有社会公平正义吗？帮我们评评理，帮我们讲话。我们难道每一年都要受这样？我们部落这么危险，每次下雨我们都要面临这样同样的问题。请马总统、江院长、陈市长正面看一下。
2013年5月19日，据中央气象局的资料显示，受滞留风云的影响，当天高雄桃园区累积降雨达到210毫米，为全台之冠。只要雨势稍大，河堤便道就会被冲毁，因此不得不重做。而路廊选线的问题，也是西段工程最棘手的问题。居民对于迟迟无法确定修复路廊路线颇有维持，而阳光处则对于尚无正确的水文地质条件就急于动工，有专业上的考量而无法照办。2013年的永久路廊说明会，阳光处和居民就有截然不同的看法。现在为什么要做一个抢救的话，我们就必须要用水文地质调查，把它找出它的真正的原因在哪。所以他刚刚在讲说，地质调查这边是负责任的，如果不负责任呢，我不用调查，我就把它做了。但是到最后呢，会不会是我们子孙？这段路明明就是莫拉克这个台风造成的，它应该是一个延续性的计划。那你看我们现在台湾莫拉克的这个工程，哪一件有经过环评的？你分明就是要让我们桃园乡永远都不要发展。这条南横公路不是只有那三个里的道路，它是关系到我们整个区桃园区的一个主体的一个命脉。骑乘一定要缩短，请各位一定要用人权的角度来去看在原乡的建设，不是不要用成本效益分析。我们需要一个安全而且平安回家的路。60亿真的不算什么，一只黄色小鸭在那边都可以创造10亿的张。但是我们这边，我跟大家报告，花60亿绝对会赚到好几千亿的观光张金。在说明会中，阳光处长表示，南横全线正加紧施工，为年底通小车做准备。但是很不幸的，工程并不顺利，尤其南横 128.5K 中之关附近，2003年1月16日又发生长宽超过100米的大面积崩塌。不严啊，倒来用啊，倒来过命啊，这关键不道理无哦。再加上南横东段垭口天兔台风时崩落的150公尺，让人实在不敢对通车抱有太乐观的想法。2013年9月20到22日，有暴力兔、魔兔之称的强烈台风天兔，虽然没有直接侵袭南横，但是向阳三天的雨量累积达到754毫米，造成垭口146K 大崩塌再度的崩落。垭口山庄的直接加量嘛，鬼料一带就是咱讲的那块大崩。从江明湖那边看得到，就是这一块。马汉波，就是那个一带，各一带，就看见台湾的这一块。你现在从Google Earth看得到，就是也可以看得到这一块。那看到大概是他们10月进场的怪手，全部一台一台排在那边。莫拉克之后有101年的天平，那完之后一直维持到102年的天兔，又造成这个路基谷也跟溜了去，溜了去，我们这届就是归去，就是这边哦，这个坡度的都有高，这个有树木的，啊，这高低落差这超100米啦，100公尺，100公尺的垂直高啊，这个是跟我们这个坡度有关系的，我坡度那是得路。越缓的话，我整个削的面积就会越大，这条线整个就会跑到这里来。但是相对的它更稳定，但是相对它的土方量会很大，但是就只能在这个过程我们一直在做修正，我怎么样去让它稳定，然后我不要花那么多土方量。这个挺起也算不错的，对，可以做啊，不是不错，很危险做，没有下雨就好了，视线不好，但是就他们怪手的空间，他们大概五六米以内看得到的话，一起来头风背了背了背了。
啊，无啊，当然无咧赶啊，总袂使讲一定爱等啊出太阳，哈，我都做啊。所以我讲无起来看啊，拢认为讲足简单嘞，啊起来，大家感受一下，真正有伊的困难度。啊，大家工程师拢踮遮咧实践摆，啊，拢不时爱收拾，不时去做一个修正啊咧。乌鲁峡谷是南垦八景之一，在力道隧道前俯瞰峡谷。曲折迂回的峡谷景观确实壮丽，但垂直险峻的峭壁常有落石。90年代公务段开凿明隧道工程因意外不断而宣告失败，之后就以刷坡和拦石网维持峡谷的交通与安全。104年六口温泉明隧道工程开始后，不幸的却先后发生3次的大崩塌。你看说，哎，这么有我都收。啊，就是一直在掉头啊，会惊啊。到这阵还搁在落吗？搁在落啊，入去砍两个啊，后当时啊惊到的时阵掉头落，我还要搁提啊。有阵就烦恼讲顶悬规个扯落来啊，啊无抽手，伊个龙都无留我倒出来，啊要抽手就啊要惊死啊。啊，就即摆若连顺就要即要砍一个啊，掉头好，啊咱就干那好啊化化到心中哦。主要是心中无力。对啊。已经第4天、第5天了，因为我们明天就换粮食了，然后就我们的家长背上来。大家辛苦了，加油！真的是很可怜的，要不问啊、哦，连走路都已经辛苦了半死了，还要背东西，你想想看。那没办法，那国小不能断粮啊。对啊，你要迁村。迁村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你知道吗？那么下跟桃园区被迁村，到现在后悔的人有多少呢？他们已经不知道要怎么生活下去了呢。像老人家没有地的，他们也没有补助了，没有地的也不能工作了，就在家里啊。而且如果在自己的山上哦，还可以种种小菜啊，好不好？还可以自生自灭。啊，种树的话，只剩这里一个没有，不用一个礼拜就灭亡了。你什么都要用钱啊？对啊，你看山上没有流浪汉，都市到处都是流浪汉。米酒。我先没收。米酒只要被摸会被喝。回来。我先放着。兄弟，兄弟，你们不要3.5 这个大崩塌哦，它发生的时间是在4月22日的早上，大概11点左右哦。这个路段的一个裂隙哦，事实上早在1个月前多，我们都在掌控之中嘛哦。它裂隙一直在扩大哦，那终于在4月22日早上的时候坍塌下来。你觉得这一段好走吗？哦，上去大概一个小时，很累。上去爬坡都在爬楼梯，超累。要去嘉明湖了。你没有接受这个古道的洗礼、啊、这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走多久这个古道、欸、你搬这样30至40分钟来我们一次7个过哦，他不能太多人，我们就7个过。塞这块手，心中爱解有难的哈。起码无心脏啊啦。无心脏啊。阿弟唔知安尼啊。阿弟唔知。你哪一直想我，你又唔敢去比啊？安尼。来，坐你，今日个人个。
真正拿来，他们也。有同学新郎官打给我，就说可能会改地方啊。我也是从新闻上面看到，我那个路真的是没办法通了。我部落的耆老就是召集所有的那个青年或是壮年人来帮忙。所以搬下来的大概有哪一些东西啊？酒啊，饮料啊，还有一些要赠送给女方的山上的礼品啊，然后桌子啊、椅子啊，要煮的菜一件上面，然后也都一起搬下来这样。搬累归累啊，但是那个心啊很重要，就是我们那个，哎，我们一道村的特色。因为我一开始听到的时候，应该是小石头，然后怪着哇哇叫，然后没想到我们在吃面的时候，有一个我们遇到的人，他们都整个垮下来，他们都打电话给我，所以我觉得心情蛮挣扎的。今天你是第几次走这个古道？第二次。那第一次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就是昨天啊。哦，昨天上去是第一次。部落的人哦，整个帮忙把所有东西都搬下来，你有没有非常感动啊？很感动啊。对，非常感动，所以就是说不出的感谢。所以昨天晚上的时候，就是有请部落的居民一起吃东西，就是为了表达感谢这样。最大的一次大崩塌甚至损及明隧道结构，明隧道因此归零而将作废，梁玉云工程款付诸流水，公务端不得不另找隧道因应。我在职的时候做了一年多做不起来，你要挖基础还没有挖好，上面又垮下来，然后你要树立模板还没有树好又被打掉，那工期一直 over 一直爆展延，它伤到多少工人，所以后来我把它截掉了。后来李段长接了以后，上面就一直建议说，一定要这个明隧道一定要做，不然那个路段啊没有办法维持。啊，事实上是这样，平时你一下雨，它就路基就堆满了，就不能过了。所以就勉强还是撑下去。好在那个施工阶段，他也有一直做先起作业的，上方的那个岩壁啊，有一直喷浆，一直补修，哦，让它不要随时就垮下来。啊，下面做正式的工程，就这样慢慢的才完成。你看，完成还没有验收，又打掉一截。你说那个危险不危险？摩天是南垦八景之一。以摩天茶和高冷蔬菜及路旁的樱花著称，从摩天远眺中央山脉，群峰一字排开，气势非凡。二十多年前，摩天路旁有许多卖高丽菜的公寮，络绎不绝的南垦游客总会挑个硕大的高丽菜带回家，但是在1998年八八水灾摧残之下，公寮已坠入万丈深渊之中，路旁公寮遗留下来的残破景象，让人实在不生唏嘘。游客一到摩天，除了看见种满山头的茶叶及高丽菜之外，也会看到东边山侧从能线倾泻而下的大崩壁，景象实在触目惊心。近几年，有台湾最美的野溪温泉之称的立松温泉奇夯无比，和江明湖是南横东段八八以后的两个热点，但是游客一定都不知道，这个摩天大崩壁土石崩落的终点就在立松温泉下切河谷处，而这里就堆积了大量崩落的岩石。另外，当我造访立松温泉时，亲眼看见温泉往内走的峡谷落石落水发出巨大的声响，造访立松温泉的人除了训练脚力体能外，
都应该随时提高警觉，注意这些潜藏的环境危机。老龙溪是南部地区通往台东的重要孔道，布农族语是指凶猛不定的河水。西段南横公路大部分的路段就是沿着老龙溪谷兴建，88后也受灾最为严重，其中秦河至复兴间的秦河明隧道被深埋在土石下超过30米深。随后虽然完成雪山变道的工程，但不幸的是101年的611水灾，雪山变道同样被洪流淹没而摧毁。部落之后便一直以溪底便道作为连外道路，可是一遇大雨，溪底便道就会被老龙溪所吞没，居民及公务段对此深为困扰。在中期道路提升计划中的最后一里路明霸克鲁桥完工后，逢雨路段的困境已获得解除，在甲仙公路段及承包厂商夹缝中求生存的努力下，不但顺利达标，而且在汛期前提早半年完工。106年3月29日在明霸克鲁桥口举行完工祈福典礼。来20线秦河至复兴中期道路由部落居民以布农族传统技艺及歌舞祈福，象征着部落已摆脱河床变道的宿命，迎接原乡生命之路的再出发，同时也让热爱山林的民众再度接近美丽南垦的机会往前跨进了一大步。这个桥通了，心情非常高兴啊，因为等了七八年总算等到了，因为这个桥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啊，不管是医疗啦，不管是我们农作物对我们老百姓帮助很大。这条路八年来就之前就是坏掉嘛，然后其实只要一下雨，我们学生就没有办法下来，所以家长必须要很辛苦的走山羊路把他们送下来住宿。那八年来其实学生一开始他们必须要住在教室里面，非常的辛苦。那么多年了，终于通了啦，那学生终于就不用再住学校。这个桥通了，我们现在所有三个里的里民的心情都非常非常高兴，洗肾患者都比较好了，尤其是怀孕的不需要在外住在外面了。你重机这样跑起来呢，之前都走河川嘛，溪底这样就比较好走啊，速度很快，很方便。三年以来，大概平均每一年，它会中断90天。那再加上我们前后又会有10天左右的一个预警性封闭，也就是说呢，在这条路来讲，在秦河复兴这一段呢，大概我们每一年呢，1/3的时间其实是中断。这条路当初部里面跟环保团体探讨之后，我们判断大概没有办法用省道的标准来把它修建完成，所以我们就是用所谓的中期道路的方式来批建。那边是老龙溪，是水利署在负责，水利局啦、经济部的啦。啊，所以啊，无法度规个清疏掉啦。伊甲讲，伊个乌掉，遐山顶个会崩来。那右边又有一个，这个山后面有一个玉碎溪，那个土石流也是一堆啦。这一段最难的桥就是三个溪汇流。好了，他们卡在那边，后面的就不能做了。那四社农委会、水保局、林务局，还有经济部水利署，甚至原民会，跟区公所这边等等，这条路预计是106年，今年10月完工。我们开会，协调再协调，拜托各单位就以今年汛期来临之前，给你4月就把它完工啦，免让这些孩子们再有一年90天。没有路回家的情形。另外，88前每年元旦就会在崖口大会师的重机组，2017年元旦前后呼朋引伴，
沿着他们熟悉的林道农路直闯崖口，之后还将整个过程高调泼上网。甲仙公务段王庆雄段长对此提出了呼吁，希望大家稍安勿躁，以免发生危险及影响施工进度。现在我们的管制点是在108K 那边，我们有保全在那边做一个进出的管制。那当然就民众而言的话，他们一直很期待南横的一个开放，因为南横的美景哦，都是他们儿时的记忆或是年轻时的记忆啦，所以常常有一些游客甚至民众，他们就会走农路的方式去做一个进出，接到我们的南横公路，主要是考量务农的民众，就是我们三个里梅山里、复兴里、拉夫兰里都有民众的一些务农地在上面做耕种。比他要耕作，也不能他进去，他要生存嘛、啊。切结束，也没有什么切结，就是说他当地人呢，就是说知道说你是当地人去耕作，都认识了，就你是当地人的农作物，我们都看得出来。那在那边呢，至少我可以做区隔，人员的区隔。那我又不用让一般的老百姓的农民的生计，他要进出不让他进出，不像那个象牙那个森林游乐区那边上来就没有部落嘛，那还好管制。我这边管制，刚才你一开始讲的不好管制的原因就是。那这几个月，从105年的年底开始，发现到这几个月的一个宣导好像都无效，通常都是有机车主。或重机组，他就会从农路来接到我们的这个主线，就是要闯绕我们的南横公路里面，因为这是考虑到我们用路人的一个安全。上面的话，因为在修工程也在做，重机械在那边做一个进出，相信这个交通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啦。那再来的话，因为水文地质的不稳定，上边坡跟一些路基的缺口，这也都会对于我们机车主或是驾驶人都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威胁啦。那现在公路段的保全我们也做了一个微调，我们 108K 这个管制站我们还是一样在，那在 120K 的地方我们也多设了一个保全的管制站，所以如果有上来要用硬闯的游客，你在 120K 的地方你还是会被赶下来。2017年6月，连日的梅雨封面夹带西南气流带来的豪大雨，高雄南横山区累积超过1000毫米的雨量，造成台20线南横公路92K 处路面被掏空，流失约500公尺，整个灾况令人触目惊心。桃园区秦和11栋民宅也被暴涨的老龙溪水掏空而流走。所幸人员撤退得早，并无伤亡发生。出来了，那个东西不要，那重要的就好。这次秦和部落被冲击而流失的11户住屋，包括砖房和铁皮屋，其中包括少年溪驿站2层楼建筑等3栋，因为沿着河岸修建，终不敌猛烈的河水而被吞噬。至于此次被冲垮的台20线92公里处，88风灾时也曾发生同样的灾情，灾后也留下老龙溪溪水供给坡室内下的光秃岩壁，复兴以上3里的对外交通及通讯中断，再度成为孤岛。哇，这个才是真正的土石流、哦、至于106年4月29日刚举行完工祈福典礼，抗洪能力800毫米的明坝克路桥，这次在超过1500多毫米的暴雨袭击下，钢桥主体无明显损伤，仅桥体 P5 P7 深洲缝错位约5公分，实在是不幸中的大幸。4月29号，大家很欢乐来迎接这个生命之桥、生命之路。那没想到在06、02这一场，连续降了2天的一个梅雨，累积雨量将近1500毫米，一直到6月4号早上的时候，回报说路基整个冲断了500米，因为它的累积雨量已经大大的超过我们原本的设计标准，就是我们中期道路的一个抗洪能力800毫米。所以当下我们觉得说，经过了这一次0602的豪雨袭击之后，桥该不会是断了。那我一直想说，上个月才通车，下个月桥断了，我心里面想说，真的如果它断的话，
我怎么面对这些族人，面对这些部落，甚至社会大众要怎么看这个公务段。一直到6月5号中午，有人传了照片进来，我们的人到了现场，但是水当时还是很大，他不敢站在桥上，因为桥晃得很厉害，但至少看得到桥体是没倒的。我还有我们副段长跟我们林处长，我们在办公室里面听到这个消息，全部的工程师全部的跳了起来，有的都感动得快哭出来了，因为他竟然在1500毫米的一个雨量之下，他还是屹立不摇的站在那一边啊。那当然桥有稍微一些受损，这些受损我觉得他只要不倒我们都好处理，如果他倒了，真的这个事情就棘手多了。天池位于南横公路134公里附近，是西段梅山至垭口间著名的高山湖泊地景。88风灾前，天池站也是南横东西客运班车交汇处，海拔约2280公尺，面积仅约1800平方公尺的天池，池水终年不干，由于湖的形状如心脏，故又称为心湖，也有高山之心的称呼。因地处高海拔，经常有云雾缭绕，宛如天上池畔一般。长青池是悼念南横开拓时殉职工程人员的祠堂，在旅游旺季时，祠堂常常被游客充当地铺。天池因为位于南横公路的终点，海拔高，景观美，是登山健行远眺的最佳场景之一。南横人潮比较多的会是在哪里？一个就是垭口，再来就是天池，因为它那边啊有一个长春池，那边也很多樱花。那个过来到垭口这一段都是原始林，那个块木都是好几个人围不下来的挡的，所以那段的景致也特别好。88风灾以后，原本壮丽的山景却出现了崩塌地，且距离长青池不到200公尺远。106年602水灾时，苦撑8年的南横主线路基终于不敌下方的向源清池，而崩落下方的溪谷中，造成另一个约200公尺宽的路基缺口。在0602的时候，它200米的路基是掉到河谷差不多500米的深度了，等于是没有路的。那这个没有路的话，我们只能挨着山侧去做一些降洼跟围石方的清理，找出一条便道。前期的话，我们也不去大兴土木了，我们尽可能在上下边坡去做一些自由隔梁跟过往直升，甚至如果是属于岩盘面，我们做一些过往喷淋土，尽可能用边坡的方式来处理的。因为真的处理不好的话，可能甚至要重新选线也不一定了。但是重新选线这个又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因为面对法规面跟程序面的话，可能这个时间再走下来又要花很多时间了。那整个的话，我们可能就是会采一个原址的方式，尽可能去做一个加固跟一个保护了。标高近2500公尺的快谷，因为午后常有云雾缭绕，因此有迷雾森林之称。走过南横的人一定不会忘记快谷巨大的红块木群，路旁红块巨大的身躯一定让旅人驻足仰望。为了保护巨木群，一小段公路甚至刻意的稍稍让路。有学者调查周遭林木发现，其实台湾云杉和台湾铁杉比红块还多，但快谷却是以路旁编号171的红块命名，可见这棵红块神木占有无可匹敌的重要地位。千百年来伫立于快谷的这些巨木群，历尽天灾地变的考验，逃过日本和国民政府无情砍伐的危机，守护这片曾有火山作用痕迹的土地。据学者调查，由于有快谷断层与大关山断层通过，出路的地层呈现不同岩性与破坏形式，
其中闽杜莉台风时位于快谷旁的昌市桥主要基桩就倾斜绊倒，之后整个桥体就坠入万丈深渊之中。但是就在106年，从我所拍摄的影像对照中惊觉，向元青石竟然就位于神木下方。从 Google 地图比对发现，崩塌区已经悄悄靠近神木群不到40米处。今年再度观测发现，其实神木与崩塌区只剩不到20米距离，让人不禁为这些见证与守护南垦土地数千年的神木更加的忧心。媒体每每以百年洪灾来形容莫拉克对南垦造成的伤害，但是他们不知道神木群正面对数千年来最严酷的考验，最后他们能不能继续存活下来？希望大家集气为巨木群加油，希望他们不会成为极端气候下的另一个牺牲者。106年4月底，明坝克路桥通车后，高雄桃园区逢雨必断的窘境随之解除，复兴梅兰梅山张山将不会再成为深山的孤岛。但是许多人更关心南横梅山到向阳间这45公里管制区何时可以完成修复，何时可以全线通小车。尤其媒体报道都以107年年初有通车的可能，更加深了大家的期盼。但是天不从人愿，原本就有大小落石的梅山明隧道却发生异常严重的大崩塌。从我们进到梅山管制站，第一个碰到109K 就是梅山明隧道。那整个的梅山明隧道算是我们甲线公路段后面在修工程的一个脖子啦。梅山明隧道在105年8月那一次的强降雨之下，整个梅山明隧道是垮掉的。这就是我们梅山明隧道的位置，这是109K 的，这就是110的位置。那这一个的上限有两条沟一直上来到最高点，这是梅山明隧道的上限，所以整个这个都已经是串在一起，所以等于梅山明隧道现在我们采了一个方式，就是从领线的部分最上端开始，我们找既有的农路慢慢走上去，怪手上去，以降阶的方式降了9阶到我们的这个位置，把路争取出来之后，我们会把明隧道整个重新做回来。那后面这一个110的这两个冲石沟的部分的话，后续刚才讲的，我们有要到一个1.5亿的经费，要来做这一个坡面的一个整治，因为这个的路基都还在，哦，所以这个坡面要把它整治掉，要不然这个还是有它的潜在的一个危险性。大概下来的这个量有差不多将近35万方，但河道还是要把它清出来，水不清不行，不行，哎，一定要清出来，后面水有堵住，上面也痛，底下也痛，72。70、75、76、77，这是78、81。第一次在南垦健行队的时候所拍的照片呢、啊？72年，就是2012年，哎，冬令自强，那时候快也是过年期间。哎，然后这边是暑期啦，这是我们通地的暑期，他们暑期拍的照片，那时候整个路都是，整个南垦都是。还没有柏油路，嗯，一道绿道，然后这是天池，哎，天池，这是垭口，所以那个算是也是下雪喽，是吗？这是下雪的，这是垭口的，这个魔鬼项链，啊，还在吗？大姐那边，因为魔鬼项链真的很有名。民国61年南横公路开通后，救国团因应南横健行队的需求，在110公里处设梅山山庄。147公里设垭口山庄，163公里设力道山庄。这三个山庄过去都是南垦公路热门的景点及住宿处。我第一次走南垦的时候，就是在路过72年，那时候我们带着梯队的那个学员啊，一般都是两部车啊，80的学员，
80个学员。那我们那时候走的话就是6天，从台南这边出发，坐到南横的那个复兴，从复兴那边就跨走到梅山山庄，到那边过一夜。第二天的行程是又是坐专车到陈武雄纪念碑，因为整段都是上坡嘛，到大关山隧道都是上坡。中午在快谷休息，然后在快谷用餐以后休息，然后再走到垭口。几乎走到垭口的时候，每个人真的都是，尤其是女孩子啊，那些女学员真的累的都脚步都是长水蜜桃啊。我们讲水蜜桃就长水泡，那时候要事先提早报名的，因为寒暑假冬令或者是暑期，那些梯队都是很热门的，我都是带除夕那一梯次开始，那一梯次每一次报名的人也都是客满的。但是力道山庄因为被鉴定为危险建物，1993年结束营业。垭口山庄也因为莫拉克风灾道路中断，只有走山一律，仅保留主体建筑、回廊等，供救灾避险之用。101年的时候，我们就请了一些那个专家去现勘，那现勘呢，那做成的结论就是不宜再提供给人去居住使用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其实救国团的租约在100年12月31号上一期的租约就到期了，到期之后我们就没有再续约。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去年的时候我们就跟救国团哦去会勘了，当时大概有一个共识，就是说把主结构的部分留下来，就是最早他们那个圆形啊、八角形的那个厅，还有四边的那个通道啊，还有住宿的地方留下来，至少把那个大家记忆里面的那个垭口山庄呢还能够留下来。如今20年前改建的梅山青年活动中心，不敌88风灾，游客住房率一落千丈。苦撑8年后，不堪年年亏损，不得不提早5年将土地归还区公所。就是因为救国团他7年来经营，就是每一年都亏损，所以才想要还区。对，因为那个地是我们跟区公所承租嘛，然后那个第三屋是救国团的，只要是要等南横公路全线通车，大概客流量就会慢慢回流啊。如果说只到梅山的话，可能还是会拉不起。对，因为南横其实是里面的风景。目前梅山活动中心仍然是在运作，在假期还是很多客人。那因为这个目前梅山活动中心的建筑还是非常坚固，它可以容纳100-200个这个游客。救国团可能性就是希望把这个梅山活动中心能够移拨给我们桃园区公所来管理，我们非常的乐意接受，因为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住宿的地方。除了宝来之外呢，进到南横唯一就是梅山的活动中心。南横，台湾最美的高山公路，沿线有绵延的高山、峡谷、神木、丰富的物种及原住民部落。只要走过南横一次，终身难以忘怀。但是在98年莫拉克台风摧残下，南横山河变色，道路桥梁被冲断无数。虽然经过交通单位近9年的努力复建，目前还是无法全线通车。盘点南横通车最大的变数，除了西段的梅山明隧道、维京西桥、天池、五雄桥外，东段的垭口大崩塌更具挑战性。去年6月的超大豪雨将进行中的工程摧毁了150米左右的道路，让这个令施工单位头痛的明星致灾点问题再度成为路能不能通的最大变数。这次的0602，它在我们向阳路段3天的豪大雨，将近有超过800毫米的一个雨量啊，好，造成我们的垭口这路段哦，就是有一个路基缺口了哈。在垭口上面146.8这个路段哈，因为它上面是一个水系的一个下来啦，它一个山凹造成一个水系大量的流下来哈，
啊，然后造成那个路段的路基完全被冲掉了。哦，在0602的时候，它已经冲掉差不多快接近100米的一个长度，路基完全不见了。好，来再经过0613的一个豪大雨之后，它又扩大到接近150米的一个长度了。哈。啊，因为那个路段哦，它的一个缺口的一个路段哦，跟莫拉克那一个路段完全一样。这个路段确实，它以后再如果经过大一个大豪雨哦，这个路基也会不保了哈。那我们在107年哈，为了把这个路幅抓出来哈，那我们就往山侧哈去稍微哈。把这个山坡稍微修整哈，把一些围岩清掉哈，清除，然后修到它露出一些岩面，虽然这个岩面的强度是应该是也不是很可靠哈，其实上面的那一些哈树木哈，哦到林线上面哈很多裂隙之后，或许来几个台风豪雨，它的地形又变化了哈，那我们会。在下边坡找到一个岩性哈比较好的地方，我们会把它树枝哦做混凝土构造物，把它树枝住哦。啊，上面哈我们再稍微整坡一下哈，然后我们会做一些坡面保护的一些工作，大坡面直升的哦形框，自由形框的直升，然后哈那最重要就是把水照我们的排水系统哦让它流，不会它那个在。不管是在坡面随便发散哈，或者是在路面哦发散哈。啊，以前那边有一座哦小小的哦板桥，大概10米长的一个叫做雪峰桥哦。那在莫拉克台风之后就冲毁哦，有水流的那条石沟哈，上面很多石头哦，只要台风豪雨来哈哦，那整个哦土石流哦整个冲下来。那我们现在使用的是我们公路局特有的一个货柜的一个工法，我们把货柜哈堆叠起来哈，好固定一个河道，也诉说它那个石沟的发育哈。那我们可能会就是做一个比较大的哈积水井，好啊，做一个过路比较大级的箱涵梁一个斜度哈，就是让它哦土石哦堆。可以就是顺着自然，就是往下面哦，往下面流。那后续哈、哦、有另外一个桥梁的一个中期桥梁的方案，就是要避开那个石沟哈、哦。这个方案正在评估当中，那我们要看目前我们这个路基修复方案它的抗灾能力是怎么样哈、哦。哦，如果它的抗灾能力我们认为是有疑虑的话哈、哦，那桥梁方案哈、哦、或许就会哈、哦、后续。再推动出来。甲仙公路段这个88风灾后全台工作量最繁重的基层公路段，盘点辖区待克服的工程，希望能在108年年底前完成到天使所有的工区，让管制点从梅山口往前推进到西段大家最为怀念的天使。像我们目前后面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已经完成的第一期的一个梅山民隧道145米长的一个工程，那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它的一个延伸的工程，在梅山端我们会有一个29米的一个民隧道，那我们现在看的这个部分是另外一个145米的一个民隧道延伸的一个工程，那这个工程可以说是它要通往可以通到天池的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工程，那我们预计要做到109年的2月，哦，那如果天后状况许可的话，那我们可以快点把它来做一个施工完成。后面还有陆陆续续几个民隧道，像是我们107K 也有一个59米的民隧道，那再过来就是我们维金溪这个路段，那维金溪桥我们在去年的一个5月我们已经完成了，那后面。我们维金溪桥有一个马术化尔民隧道的后面有一个延伸的一个民隧道72米，在5月4号也已经完工了。那再过来，在我们的116K， 还有109K， 还有118K， 还有3座民隧道正在施工。不管是要通小型车还是其他的一个车种，我们公路总局
都会跟其他的相关单位来做相关的研议，像是跟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他们一个装置官步道他们的一个审修的状况，还有林务局他们林道的一个审修的状况，他都会跟我们未来的一个通车的一个条件会有息息相关的一个关联。另外还有一些救灾能量的一个准备，也是我们这一整年未来我们南横通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至于民国110年南横能否全线通小车，西段还有两大主要工程待克服。第一个就是130K 天池监控站那边有一个整个路基流失的一个工程，那第二个工程就是132K 五雄桥的那一个工程。所以这边困难的就是你它是一个持续往上向的趋势，那你要最永久是从下面整个根治从由下往上做上来，但是重点是它太高太陡了，能源下不去，材料什么都下不去，所以我们才经过了多番讨论，而且在经过这一点有些豪雨的冲刷之后，有些岩盘这边可以看到一些岩盘都已经大概都已经被洗出来就出了，所以我们想说从这个岩盘这边大概就有一些岩盘，这大概有些岩盘都出露出来，我们就做个隘口把这个把它保护住，然后往上这些再做一个边坡保护，把路看能不能把它修回来，这样。对，这个路段是台二十线135K， 前它有一个五雄桥。那在莫拉克风灾的时候，它整个五雄桥就被推翻掉了。这边是一个比较峡谷地形，而且它纵深很深，0602的豪雨，那整个河道都把整个石龙山想推掉了。其实，在前一阶段，我们有考虑过一个拆桥。那在这个东西工程的复建方式，我们是想采用的规划，采用的79.5米，就是等两拐的方式。它的桥台位置大概就是我们现在在的位置，从这边然后跨越到对岸去，那中间落一墩的方式。那这个跨越的方式等于是有一个像趋吉避凶，避开这个整个土石流持续在灾害的点。这个案子其实也经过了多次的发包了。那因为其实这边五雄桥也是算海拔非常高，已经2000多公尺了。医院上来的厂商也非常的少，也经过多次的发包，厂商居然都一直流标出去。报告二，上二。三地工程施工难度高，变数大，尤其是极端气候的强降雨，稍一不慎，积聚报销不说，命都可能不保。画面中就是桃园区居民在工地所记录下来的惊悚画面。至于公务段人员，虽然不像第一线施工人员般的危险，但是突如其来的落石也可能要了他们的命。那时候从88风灾开始到年底，那时候连一天放假都没有，6日一直在工作，每天大概工作到11、12点，然后早上7点继续工作，这样轮回了半年，整整半年都是这样。那时候八八风灾那一年刚好隔年我要结婚，那时候还有我女朋友啊，看我都没有回去，然后就问我说哪有可能工作可以忙成这样子都不用回来。那时候我刚好在抢修那个新发大桥，那时候新发大桥如果不能过整个南横那个老龙以上整个就是一个孤岛，那时候在抢修新发大，我老婆不相信，然后想说我一定是出去外面玩不想回去啊，那时候可能外面很山上可能有原住民的女朋友也不一定啊，那我就跟她说我带你来工地一天好了啦。他那时候我大概7点带他来新发大桥那边，他就在车子里边到晚上12点，从早上7点到晚上12点他还回去。那一次之后他再也不会跟我吵说哦你的工作都没没用。南横公路的重建工程一直都有不同的声音与意见，就是学者之间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些酸民戏称这类重建工程是万年工程，一动工就没完没了，这说法是否公允自有公断。但八八后走访南横多次，与工人之间的随缘对谈却也让人为他们的工作环境与安全担忧。他们是南横公路上的无名英雄，
公部门的人员万一出了意外往生，还可入室长青祠。但是这些无名英雄如果出了意外，只有媒体一小段的公安通报和有限的保险给付，而他们就真正成为南横永远的无名英雄了。做这个工程，第一条绳子要怎么挂？第一条啊，我们是先绑在那个树啊，我们找那个比较结实的、很结实的树，然后先绑绳子，然后再定下来。没有树可以绑的话，我们就自己定钢筋啊，差不多在30公尺之后再移那个绳子下去，这样顺序这样下来。就是安全带，安全带滑扣。我们抓的那个滑扣跟绳子，跟绳子是最重要的、啊。那个每天都要注意。现在从下面他们工作上去到上面，大概要多久的时间呢、啊？从这边上去的话，差不多要花3到40分钟。之前在上面，差不多要走1个小时，还可以到达最顶端了、啊。所以你们中午吃饭这便当吊上去还是？对对对，我们的便当都是用吊的。这样薪水一天多少钱、啊、从景气不好一直到现在，好像剩下1700到2000块。一天才1700？对对。我还有说最少3000块都还嫌太少了。1000还有，在那个我们景气还很好的时候，就是景气不好，我们的薪水也跟着降下来。这个都是卖命的钱。平均温度都在2度3度这边，啊，晚上都在0度，这两天已经到零下3度了。工作的环境是极端，就在冰库里面工作，手指都冻僵了，所以工作非常艰巨。我听说以前他们进隧道大概10分钟、15分钟就要出来一次，那个情况是怎么样？就像在冷冻库里面工作的啊。久了时间，手指整个人体会受不了那种极限，因为还要工作工具什么，那风又很大，因为隧道那个通风哦，就好像是风洞一样。我第一年做的时候，我克服差不多半年多。有一些人会惧高症，超过一定的高，有些人会怕。可是这种高跟我们一般在的大楼大厦那种高不一样，那个这种高就是你一个安全措施没有做好，那就是丧失了自己的生命。那时候刚开始很排斥去上面，就会很怕发抖，然后就一直跟自己讲说，反正这是工作，然后都有安全措施嘛，都会保护着我们。因为不是挂那网啊，然后喷浆，所以用那么大的吊车在那边吊到10几层楼高、然后挂网，就喷浆，免得台风季节来的时候垮。所以这些的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辛苦。因为这个工作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做的，要胆量啊，把手嘛爱的较溜利的，那个也是卖命在做呢。所以他们收工回来，看他们全身都黑黑的，欧妈妈阿的，可以说是我们的公路无名英雄。也有父子在这里，父亲是为了要提醒儿子，儿子也有孝心。就是说我要替爸爸工作，都是年轻人在上面，老人家都在下面督导，他们两饭包都拉上去吃呢，中午都没下来呢。我们无非就是要让我们用路人安全安心，让他们可以去旅游啊，可以回安全的回到家，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成就。我们这个没有办法，这个还有一条，少一条，我们还可以赶快抓网子。你看底下都掉几个人啊？对啊，哇！所以掉下来那年轻的也是你们的，我们是也是我们村庄把那个咩？对啊，掉下来，当时他们我们都住山林的，22岁。对啊，还那么年轻呢。为了这个东西，说在罗里院去花莲做那个大理石模板的大理石，那一天还有800块，也是不错啊。
一个月两万四，要六万多，够生活了啦。那么来这边那么远，又不方便，又工作又危险。我刚过来都很简单，很简单，怎么一上去掉下来玩呢、啊？现在算一算，我山上的工作有七八件了，每件在做我嘛，每天都提心吊胆的。什么叫提心吊胆？厂商的安全，工程师的安全。厂商如果发生什么公安事件的话，哎，机关也逃不了责任了。啊，厂商在上面那么高的地方，光我们自己站着在看，我们都脚都觉得发麻了，更何况厂商这样爬上爬下的。啊，你不做这些边坡的整治，我讲的就像清窗清垄，你不把它清掉的话，你也没办法去处理它。南横公路在八八后的修复方式及进度，不但在地居民关心，南横山林的爱好者也成立社团持续的关注。台大陈文山教授接受访问时，就从地质的角度提供了他对南横复建方式的看法。南横它经过整个中央山脉哈，最上面那个区域现在崩塌掉呢，当然是已经是到林线部分了，地形上是非常陡的。那地质材料上来讲是板岩，经过风化了哈，下雨这种风化解压的话，基本上它是蛮破碎的。所以一般来讲，这种区域来讲，那个地质条件是不是很稳定的？道路上经过它的时候，因为又有开花边坡，还有你以前的是在这种路边，它就开始有种植东西的，所以水土保持一定是不好了。我记得它那个铺水泥哈，经过好几十年，因为要你要等它路基稳定嘛，它路基是一直没办法稳定的。所以这边来讲，我是觉得说它的开发的形式上来讲哈，不要太大规模开发，好，那因为这条路的经济效益并不是很好，好，所以我想你如果界定在一个观光的旅游的这种来讲哈，就是你的开路还是打通，但是你不要做太大的工程，因为你去做工程哈，人为的工程来讲哈，你大概从路上啊上去大概30公尺，你是可以 touch 到的，去做什么什么那个水泥，其实那都很难看的，那景观都破坏掉了。但是问题是，它崩塌并不是只有在三十公尺以下，它从100多公尺、200多公尺、50公尺以上，那个都是崩塌的一个，那个是你人没办法去修的，所以它最后你还是要崩塌。以地质的观点来讲，是不需要做太大的工程的，你路面稳定，路基稳定，路的边坡附近来讲做一些挡土墙，那就 OK 啊，那这样好了。像台湾的最糟糕的工程来讲，就是整个喷浆。整个景观你就完蛋了。喷浆有用吗？没有用。喷浆的部分来讲，过了10年它又毁坏。所以我倒是建议那种区域来讲，就是做一个平常的一个整修。那每次台风崩了就是修，就那种修的钱，倒比你开始花了几千万、几亿，那还省钱。南横是许多人心中的梦幻国度。不管是原始林，或是浪漫的云海，还是林间悠游的地质、水路、台湾黑熊，以及天上飞的大关鹫和数不清的飞羽家族，南横简直就是人间版的伊甸园。尤其八八风灾后，向阳到梅山间封闭，除了少数的施工车辆及工程人员外，这片原就属于他们传统领域的南横山林，再度让他们得以自在的悠游。传闻中有一段时间，台湾黑熊和水鹿就住在大关山隧道中，虽然没有影像可知证明，但是隧道西洞口路旁岩石上数不清的水路排遗，可见这传闻不是无地放矢。有人说，像南横这样的仙境，凡人不该来。我虽非神仙，但是也酷爱这里。如果南横崖口山庄到天池最后还是无法通小车，我倒希望在不影响环境前提下，能开放徒步及骑单车的方式造访。终究人也是生态系中的一份子，少了吵杂的引擎声和污秽的排气，相信动物们应该也很高兴吧。预计以5年的时间骑单车走完台湾319乡镇的鲁瑞麟和郭嘉莹，这对吃素的生命旅人，从关山重装上到向阳森林游乐区，挑战一般人不敢轻易尝试的路线。
他们的经验分享，值得主打生态旅游的南横，作为未来发展方向的参考。其实我有曾经骑着脚踏车，就是挑战过四横啊。我们是希望能够分段，一边走一边做一些记录，所以其实我们是分段性的，一天可能有时候十几公里，然后这样一段一段的上去。以你一个女孩子，会不会体力不堪负荷，还是怎么样？是我从荤转素之后，我觉得身体的负担是变轻蛮多的。然后，其实这一路南横，我一开始也是蛮担心的。那因为其实都很感谢我先生他，其实他配合我的速度，所以我们用分段式这样慢慢上去。那可是确实有感受到大自然里面有一种，我觉得可能是人为的一些开发或破坏，就是有一些愤怒的感觉。对，我觉得可能是我们人类真的是需要好好的保护这个土地，不要做太多的破坏跟开发。我们吃素其实对任何生命都很尊重的一种心态，所以我们到大自然里面，到我们远离文明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把自己交给自然。其实当有这样的心态发出来的时候呢，我们保护森林，森林会保护我们。对，其实我觉得那是一种互惠。所以其实我们这次看到还蛮多种，像我们看到那个地质嘛，就很奇怪，我们都可以遇到那些鸟类或动物，就是很近距离的，我们拍摄他们不会惊吓。对，可能是他相信我们不会伤害他。整个南横公路在莫拉克之后啊，108K 就是我们梅山口，一直到153K 的向阳，这45公里是属于一个不给民众走，是一个管制的路段。但公路总局跟公路段在这边，还有第三区养护工程处，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说要修复南横公路的这个念头啦。所以里面的灾修工程还是陆陆续续的一直在做。哦，那整个投入的经费这样初步起来10-20亿都是跑不了的啦。每每都问到我说南横什么时候通吼，能不能通？讲实在的，真的是取决在上天呐、啊。上天要不要让我们通，这个是最重要；大环境要不要让我们通，才是最重要的。工程师只是在修，尽可能去做修复了。面对这样不稳定的地质，跟面对这样不稳、这么极端的一个气候，跟有时候短时强降雨，会是怎么样？我讲在我也拿捏不准，但我只能就我目前这个手头上的工作，还有盘点出来的一些灾害点怎么来处理它。我一直讲，我今天把这个点完成了，下次新的灾点又出现了，你总不能说开放一条不安全的路廊让民众去做通行啊。这里经过921地震，然后莫拉克之后，地质真的是已经变化非常多，并不是我们人为说我们一定要怎样就可以去改变它了。用路人会怪我说，我们每年都会开巴拉皮尔公，哦，南横明年又要通车，后年都要通车。有时候并不是我们想要开这个那个不可预期的支票，有时候也是对我们自己一个期许的。那我们有时候设定，我们会把自己压紧一点，也是希望我们自己可以在工作上有一些进展，让一些用路人可以真的再回到过去一样走南横这条道路。南横的重建也像跑马拉松一样需要耐心与决心，但是重建的变数却更复杂。除了必须克服恶劣的气候及地质环境外，工程手段和环境保护如何取得平衡，国家资源能否充分的挹注支撑，再再都会影响复建的进度。南横公路修不修，该怎么修，不同的立场就有不同的看法。依据南横的美丽与哀愁纪录片187笔的留言看来，大部分乐听大众感谢这些无名英雄的付出，但也担心他们的安危。诚如一位南横西段青年留言所说，很期待着这条路的开通，但这些期待的背后又怕是自然破坏与无名英雄的牺牲。这种既期待又矛盾的心态普遍存在南横山林爱好者心中。未来的路要怎么走，
除了广纳谏言与充分对话外，作为全国土地规划的最上位法的全国国土计划法，也应该对南横这样的区域做出明白的宣示才对。对于南横公路的崩塌，许多人归咎于公路的开发及原始林的破坏，其实这是过度简化了这个复合性灾难的原因。过去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因林木生长不易且位于台风的迎风面，才会有不断的崩塌。不过从莫拉克台风开始，山林到处都有大面积崩塌，从南横公路四望群山，到处都有斑驳的崩塌地，并非公路沿线而已。这次的土石流很严重，你有看到对面山嘛，都这样，你看，它一站一站，没有斑驳的地方，现在都让你斑嘛。所以那个最上面啊，整个那个山啊，垮的简直非常恐怖。尤其是大关山、小关山，垮得非常严重。垮的最长的大概有3-4公里，它是连续就是整个这山崩下来，那些都是岩石林。如果说你看到对面的岩石林的时候，你比我们开发这条路的那个崩塌的更严重，你可以反思，就是说其实那本来就是自然的现象啊，就是你讲的气候变迁，整个大地还有地球的气候变迁的一个原因。啊，是不是说？不是说因开路的人要去负责，应该是每人都有责任把尽一份心力的。那只是说在气候变迁里面，我们的路的部分要怎么去考量，我们人力的部分怎么去控制住，说尽量减缓那个气候变迁的它的对我们的影响。特别是原始林的大崩塌是极端气候使然，更是全球暖化的病灶，是老天爷对人类的行为提出的严重警告。气候暖化就像一个战争一样，过去的战争是人跟人之间的战争，但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是人跟自然之间的一个战争。这个战争其实是我们人类自己发动、自己引起来的。我们所面临的危机都是我们过去没有碰过的，我们在不能够再用过去那种想法、那种思维来看我们的未来。工业革命后，人为因素增加自然界二氧化碳含量约37%，但自然界甲烷含量增加则高达1.5倍。主要原因就是肉类需求增加，促使畜牧业快速发展。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2006年畜牧业长远的阴谋报告，畜牧生产占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18%，比火车、飞机和船舶等交通工具的排放量13.5%还多。三种主要温室气体的生命周期，二氧化碳是50到200年，甲烷是12到17年，氧化亚氮是120到150年。畜牧业释放全球37%的甲烷，它是人为甲烷中最大的单一污染源。其中甲烷的暖化威力以20年计是二氧化碳的72倍，而氧化亚氮更高达296倍。咱进台湾吼，一年当地对外国进口500万吨的玉米啦，饲料玉米哦。你这个番麦，咱伫台湾种来阵一家拢5吨就好啦吼。你要生产500万吨，要偌济土地？100万家。100万家的种的土地番麦，才有法度通咱台湾的迄个番麦需要量啦。啊，咱进台湾哦，可耕地啊，可耕地的种植地才剩下83万家尔。啊，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讲你所台湾的所有农地，你即马只有看到这啦吼，所有土地会种一个，拢归咱甲种番麦，都还无到咱台湾家己的需要量。饲猪饲鸡，哦，即个畜牧业的所欠的番麦米是欠当时进口500万吨以上啦。啊，咱就摕外汇去甲买来摕。啊，你有当时有钱，搁买无番麦呢？咱无一定着要卖呢。美国吼，伊一般拢咧外销啦，但是咱即摆摕咧做迄个汽油吼，咱会当做能源作物。你知影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即个输出国嘛吼，伊若毋销，伊嘛无法度。畜牧业耗费了许多可供人食用的谷物，
全球生产的谷物约有一半是用来喂养牲畜。畜牧业所使用的大豆更高达全球产量的 74%。 其实二氧化碳的暖化影响被过度放大，因为汽车和发电厂等排放的废气除了二氧化碳，也会产生多种悬浮微粒。虽然悬浮微粒有致癌的风险，但是却有冷却作用，降低全球气温。其冷却作用短期甚至可抵消二氧化碳的暖化效应。许多国家都致力减少来自工业及运输工具的碳排放，但因为生命周期的关系，这方面的努力要在50到200年后才能见效，在这个紧急的关键时刻根本缓不济急。因此想要减少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最有效也最快速的方法之一就是不再制造甲烷。如果甲烷主要来源的畜牧业消失，10年左右地球就可以很快的降温。地球发烧，重创南横，面对此紧急时刻必须多管齐下，立即行动。但是为了快速为地球降温，短期内必须从威力强大但生命周期较短的甲烷开始。当大家多吃蔬食少吃肉，甲烷主要来源的畜牧业必然转型，这时我们才能为子孙争取到延长赛的机会。等地球降温后，我们才能处理生命周期长达100-200年的二氧化碳，因为这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及资源，不像蔬食人人可行，而且可以马上开始。因此吃素、种树、环保、救地球，在此暖化临界点将至的关键时刻真的非常重要，不但能救一条路，更能救生态，救地球无数的生命。南横，这个台湾最美的高山公路，如果不是莫拉克，我们还以为它会一直美丽动人；如果不是611，我们会以为我们将永远活在天堂里。如今好水变恶水，现在好山已崩坏，我们才惊觉在全球暖化及蝴蝶效应下，破坏最少的地方也难逃世界的共业。面对崩塌的大山，我们才知道参天古木也抓不住厚实的大地。面对凶猛的恶水，我们才发现人定胜天是多么的可笑无知。对大地好一点吧，那是我们仅有可传世的资产。对生命多一点尊重吧，让他们就像创世时一样的自由自在。少一点杀戮吧，不要把万物都装进我们贪婪的肚子里。生活简单一点吧，不要把满满的欲望装满圣洁的心灵。让水走它想走的路，让山长它想长的树，让鱼悠游在大海山川，让大地以它的方式滋养万物。爱多一点，血少一点，多种一棵树，少吃一些肉，你健康，大地母亲也健康。